因为特级厨师徽章没有包好，靠背啊。啊，我要过关了，所以这次 Normal End 会看到什么样呢？就是这了，海里马斯卡。房间有入口。对啊，就这个小女孩，阿诺姆斯美。萨萨基，库马伊奇，妈妈扣一奇。啊，西奇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 ？Yuki no Tame， 为了小雪。那，哦。西奇小姐，小脚，欸 ，sorry， 哇，呀，叫 Kaneo 啊，这还真妙。Yuki Nante， 为什么？哇 ，Kato-san， 加藤，啊 ，Sasuke， 佐佐木，这个小女孩就由我来应付。啊，总之你快把门打坏出去吧，还有跟中山那些家伙们说。嗨，我知道了。欸 ，Tokyo Tomare， 哦，中山，快叫他们，快去。啊啊！为什么小雪？为什么？那、啊、叫中山他们快去！不要玩了、啊，小雪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小雪？啊！啊！小雪生气了，好走。哎，那我还有个人头，看一下。哎，有个人头啊，眼珠被拔出来。所以眼珠是什么？大肠吗？哦，内脏有虫子，不好吃吧？有虫子。哎，干！开不了门哦，对不对 ？So close, le da da， 你知道了这些是回不去的。我、哦、喂，我天咩，你干死那？哎，这怎么变妈妈来追我了？干这游戏不对啊，怎么会变妈妈来了？哎呀，虽然我蛮喜欢人气，哎耶，干你娘的半格斗，干你鸡巴，你干这半格斗就很鸡巴，他的游戏就半格判定又很怒，你知道吗？这些都很鸡巴，半格判定啊。我现在哪里啊？哦、我现在哪？刚刚怎么有存档？对，好紧张。看那半格真的很鸡啊！他就可以存这个，刚刚没有存。你干死哪？干这妈的半格，真的鸡吗？不是他那半格的鸡吗？我存啊，不是那半格的。他的半格的判定真的很怒，你知道吗？这里还可以再存一次。没有没有，之后就不能存了。他那个追逐条出来就不能存。看，你不觉得这不是我的问题吗？他操作本身已经够难用了，还没搞那半格。而且重点是，你知道吗？他在转那半格的时候会卡。看你娘走错路了！哈哈哈，你也蛮厉害的。干嘛高手？哎，刚才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。冷静冷静。在干嘛？走错路了。没有，我刚想从第一个楼梯下去，我以为结束了。OK， 搞定了。乌拉！
看每个都是高手哎、欸，他们这群都是料理人嘛。大善无狼，西岐。安娜大大吉，你们，喂，刚刚那个不无人乐那里谁做的？安大加内达了，不是你吧？索雷瓦，那是，哇、哦！看迪欧来了，嗯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喂，辛德鲁死了，叫 medium end 啊，这不是牛排。四年前，啊，都是有卡，怎么办？总之没有问题啊，我知道了啊。就虽然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讨厌，但是啊，你的目的啊，就只要说让大家聚集好吃的料理这么简单。我知道了，康盖蒂米马斯，我会想想看的。我就讲打没打的哦，大小姐不行了啊，好きなやつ。おじいさん、おいしいじゃんその、啊，叔叔好吃吗？そうだよ。Yuki の病気、啊，治る、啊，Yuki的病可以治好吗？我知道，一定要给他吃那个什么。哦，眼珠，我知道这个。これ、啊，食べてこら、おいしいから，来吃这个吧，很好吃的哦，试试看，很好吃的哦。おいしい、これ何？这什么？それはね。啊，人間の目玉だよ，打哟，这是人类的眼珠啊！哎、欸，冗談打哟，开玩笑的。哎呀，所以小女孩一开始不是吃人肉，是她喂的吧？是她喂成她喜欢吃人肉的吧？本当に人間でのおもしろいな，果然人类真有趣呢。所以就是个击败人啊。OK， 好，我们要来把那个什么也给他们。哎，十分钟应该就可以破关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把全员好。我们把那个谁的好感度也加满。回去了。好，你要先回去了是不是 ？OK。哎，明天哦，没有，明天我那个，哇，对啊，哎呀，你还要我帮你打什么吗？我等一下晚上我帮你打。对啊。OK， 好，好 ，OK， 拜，好拜。どうなってるですか？怎么回事啊？就是给你这喜欢的东西三角巾，这是啊，谢谢你啊，中山很开心啊，中山，你现在是一个人顾店吧？嗯，但是偶尔妹妹会来帮忙啊，来店里的人都很温柔，是吗？那就好。嗯，不止这样，其实啊，然后就还跟他聊了很多啊，知道他的心情。好了，好了，这次终于可以看清楚这故事到底怎么一回事了，而且还有一个人，大和夫子。好，我赶快赶快，玩好久了。对，就鸡巴人，所以鸡巴人就是那个阿宝喽，不是大宝，不是阿姆罗，阿宝是阿姆罗。对，所以这游戏的所谓的鸡巴人就只有那个家伙了。
哎，那这样到底还有什么秘密吗？我靠，他在外面，他在地图外面。金毛在地图外面。对啊，虽然不知道还为什么都是小雪燕，奇怪啊，就现在还有很多谜题啊，就现在还是有一些谜还没解开来啊，我在猜，搞不好他就用这样在锻炼些什么东西，在找些什么秘密的东西，不要玩他们了，我直接走了。然后加藤毫发无伤，小雪被打趴在地上。复制人，我想那个难度可能有点高呢。那我先虽然才玩到一半啦，但我觉得这游戏不算差。就虽然它剧情是有一些很值得吐槽的点，但是我觉得整体上来讲是 OK 的。对，对，这虽然有一些细节部分就是可以加强，但我觉得整体还算 OK。除了那一个。回头讲话那个是真的有一点难啦。哦，五颗星了。嗯，不太恐怖，因为它没有那种吓人的动画那种东西。对，哎，乐福库鲁科铁出亚，我觉得 OK， 我真的觉得还 OK。其实那个解不解都没差、啊。我想知道我这边可不可以直接按按钮、欸？哎，不行，这边不能投石步。啊，连火把都懒得拿了。小屁孩非死不可、啊。
干，我现在已经练到不用火把都可以过关了。就跟唐家霸王枪一样，不是，我先跟你们讲一下，刚刚是我刚手抖了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所以王伟还是要吃土哦。可是话说，我那个烟草拿不拿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吧。我选择不找他，可以吗？哦，不行，还是要先解了王伟那边。就只有你呗。就只有你被熏制了，大家都活得好好的，酷酷哦！哎，没事。不能呢，气氛が悪いですか？ですぞ，好不舒服，怎么了吗？確か，确实我看到了中山，然后之后就记不得了。中山小姐她，总之我再调查一下吧。方坚庭，你先躲起来休息。かたしけない，真抱歉啊。拜托你了，眼镜哥居然活下来了，对，干骗我。可以点火了。这个比较烦。
是超难懂的，我有点忘了。我应该走慢一点，我刚不应该冲那么快。我是不是都往他脸上撞啊？我刚怎么过的？刚怎么那么顺利的就过了？刚我刚怎么过的？突然过不了了！哎呦，烦！特别是我，不要那么急，不要那么急，应该是因为太急了。哦，哎 ，GRG， 哎、，Thank you for following。我想起来了。哦，我烦哦，烦了，突然一个烦躁感，知道吗？突然觉得很烦躁，突然超依拉那种感觉。还好，就再回去一趟就好了。哎，主要是不能 F12直接跳开头画面再快读，你要等他 game over 跑完。对不起，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？攻下去屁销毁。哎、欸，我找到好像比较快速的路。OK， 哦呦，OK， 啊，这次应该真结局就在眼前了。Go！加速。他好礼貌，还要把那个火堆放回去。那我知道你重伤，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领您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走一步啦。不好意思，我也没时间理你啊，不好意思，先走一步啦。不好意思啊，没时间理你们，不好意思，先走一步啦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虚伪的小雪，哦，又是你！我来当诱饵。喂！你干死哪一？别逃！嘿 ，So come on， 得走走。
等等，西奇啊，我都知道什么回事啊，虽然我不清楚怎么一回事，但是要我来说吧，乌苏梅桑，我食べるものも好きで諦めましょうぞ，让我来做出你女儿可以吃的东西吧。さらに，那就是啊，我认识一个医生，他可以治疗偏食症。哪里知道我的哇？不是谁，吵死了。啊，不过如荒坚田所说的，之后就交给我吧。あなたたち，你们。这只是枪。只是昏倒了。是手刀。开罗卡，回去吧。ですね，也是。啊，丹麦加奈，废话，我早就想出去了。ねえ、ナデシコ，对吧，福子？皆さん。啊？哦，那是那个用手刀把他敲昏吧？啊？啊？哦，有背景音乐哦，很小声，你们要拉大声一点。有背景音乐，很小声。我的卡拉 OK 干你老师。还要端一个咖喱出来了。是啊。所以我说那个小雪呢。奖杯获得六人的料理人哦，之后呢啊，加藤因为说啊，那个徒步下山太危险了，加藤就挑说啊，男子们就在这边不睡觉来巡逻啊，来那个叫什么把风啊，到了早上啊，到巴士来为止，在食堂等着。咖喱，好好的给我把风啦，嘿嘿。西奇夫人跟她女儿怎么办呢？啊，西奇恐怕在精神上已经相当压抑了。总之，我会找我认识的医生来帮忙。至于女儿的话，啊，看来啊，那个女儿是真的偏食症了，而且只能接受人类的肉。你们知道些什么吗？那个偏食症。其实啊，那个夫人跟这馆的目的就是告诉的是中山啊。中山儿是从前一次晚餐会的霸者那边知道了这件事。前回的霸者，冠军就冠军嘛，什么叫霸者啊？妈，算了，人类说穿了也就是肉啊，人肉说穿也是肉，只要有类似的味道跟口感的话，只要再现出来也可以吃其他的东西吧。那一色，为什么是我啊？那个女孩就交给你了，干，她是做果汁的，你怎么会叫一个做果汁的做肉呢？啊，哦，她说看到那种家伙还要好好锻炼呢，啊，而且那个女孩很喜欢眼珠跟内脏什么的，啊，总之我去负责打肉回来，一色你调理，啊，只要我们认真，她就有饭吃了，不是很简单吗？呀哟，你哭难得，才不要呢，什么肉？啊啊，那个啊，我是做果汁的。再说你呀、啊，笑好了，烧起来了 ，Kikina 赛，听我说话好吗？啊，そうそうしてみてほしい，啊，
想想看吧，从人类身上切下来吃的，你们叫它做什么呢？怪物，杀人者。那如果转个方式来看呢？把生物给杀了，去吃他们的，你不是叫他们厨师吗？それの違うで何だろうな？那这个差别在哪呢？那就是自己是加害者还是被害者呢？お前はもっと啊，你们啊就更在为被害者那边好好想想看吧。恰克，真是的，唉，回国吧。这个真结局有一点弱，这个真结局坦白讲有一点点弱哦，这是没有接关哦，无存档无破关啊，无存档无接关的破关的证书，晚餐会快速破关，拿到所有的奖杯。就不是很意外啦。对啊，有点雷哦，还好结局是稍弱了一点点，那就是蛮弱的啦，其他地方我觉得还 OK 啊。对啊，想挑战长就没什么屁用，又不是有那个一色的那个泳装毁。对啊，还算可以接受作品啊，但就是小弱而已啦，就小弱 小弱的作品。变成做黑雪比，干不是没有东西可以跟黑雪比，主要是真结局不太满意啦。如果真结局写得好一点，我觉得 OK 啦。但是他真结局就有点庆灿下下，跟 normal 其实没有差到太多。我觉得主要是跟 normal 差距太小了，算蛮可惜的作品，有点比我想象的差了一点点，太可惜。好吧，好啦，那总之就。好啦，还是谢谢各位的收看啦。对啊，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好，不过就加减吧。好啦，那就谢谢各位收看，那我们今天实况到这边咯，那我们就完咯，拜拜。不挑战，不挑战了。